名到目前为止，洪振铭的全垒打支数呢有四支，这个球打到的是外野方向的飞球落地，已经成安打了。哇，在满垒的情况之下，敲出了这支长打，有机会要清垒，这个球传回来没有问题。三名的跑者全部回来得分，洪振铭火星恰在那边从廖文扬的手中啊敲出了一支二垒安打，直接把垒上的跑者全部一口气打回来，比数也变成6-0，兄弟相对啊现在取了6分领先了。挑中一个廖文扬比较偏高的球路，在这样两出局的关系啊，一打到脸上的跑者就可以开始做启动，而且我们看到都打到中介中右外野最深远的一个地方，所以一垒的跑者原则上回来本垒都不太成问题。特别又是在两出局的情况之下，这个球跑者也根本不用刹车。